位观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古节目。我们都知道社会是互动的，因此呢，大部分的人都认为要有获得就要有回馈，但是我们也经常看到有的人是经常的给予，有的人呢是经常的承受。圣严法师在四众佛子共勉语中有两句真言，那就是知恩报恩为先，利人便是利己。那么这是施与受之间的互动呢，还是纯粹贡献而不求回馈呢？让我们恭请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有两点啊，第一点，施与受之间呢要互动，有了受以后应该也需要回馈再出来布施。另外一点呢，就是没有接受到任何人帮助，可是呢自己是成长了，自己呢已经有力量了，愿意啊奉献。就拿我个人来讲，我自己呢没有受过啊正规的教育，我没有受过啊中学大学的教育。当我的时代出家人的教育是相当差的，教育环境呢是相当的呀沉闷的，但是我以自己的力量啊去进入外国的大学，取得了最高的学位之后呢，我想我说我自己啊没有受过好的教育，我一定要让人家来受好的教育。那我们中国大陆呢曾经有一个武训也是这个样子，是个乞丐，他自己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他知道教育之可贵，所以是呢他自己啊以乞丐所要到的讨到的钱呢、啊、来办学校，让啊没有办法读书的孩子们呢去读书。那么这个叫什么呢，就是奉献，自己并没有得到这个什么东西，但是呢自己能够有力量的时候啊要奉献出去。那我们的刚才这个问题呢就是两点呢，我们的社会事实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在维持的。如果施与受不能互动，我们这个社会是结构是有问题的。另外我们呢虽然没有得到充分的受，也就是被施予，但是呢自己是需要奉献的，这样子我们的社会与我们这个人间的世界啊才有希望，才能够啊有温暖。否则的话呢我们这个世界就要落沉了，大家都想到受，没有想到要施，有了东西没有想要奉献，那我们这个世界啊就很恐怖了，很悲哀了。好的，我们这个世界有许多的人呢是啊接受之后有回馈的，当然也有不少的人他们只接受而不回馈，只拥有而不奉献的，那这些人呢是少数不是多数。因此今天呢还有一位我们在座的几位之中有一位啊，他曾经在寺院里住过，住了一段时间呢对寺院并没有什么帮助，也没有布施，也没有供养，他住了几年呢，他在现在问我说，师父啊像这样子我怎么办呢，我是欠了他了。他有这种心是非常不容易的，有这种心已经是一种回馈的心，你有力量当然回馈咯，没有力量那你就是没有力量嘛。我们所以济缘呢，一个是给是济人的缘，一个是被人家
不是也是啊被人家救自己的缘，结果缘以后你们这个两个人之间呢，只要有一个人呢是啊这个将来要成佛的话，你们这个两个人都是共同的一起啊互为师弟的，叫不是老师就是弟子，因为你们产生过这样子因缘的，而是每一次永远都是被人家这个布施，而自己啊从来不布施人的，或者是呢年纪大了，或者是病很重了，或者是身体残障了，他只能够接收，无从啊回馈起。那么像这样子的人，是不是他的债务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越来越重？不一定，不一定是他是背了债务，他自己没有想要这样子，而自己是没有办法这个样子，只要存了一个感恩的心，感谢的心，为他们为布施的作福，这也就够了。如果自己能够健全起来，坚强起来，自己已经有能力了，那就想到要知恩报恩，要回馈，报恩报谁的恩？以给你的人他已经够的，你还要给他什么？你要还回他，他是多余的。所以像我的一个恩人呢，给我布施，给我钱，给我读书读完，我在美国读书读完，在日本读书读完，然后我不知道是谁，然后就是知道了是谁，我要把钱还给他。第一，我是出家人，我也没有钱；第二，就是要给他钱，他的钱可能比我还多，他不需要我的钱还给他，那我怎么办？那我就是只有啊想尽办法用我自己的所有所知所能啊来奉献给整体的佛教，办了应该办的教育，是以这样子的时候啊，我就是等于是回馈，就是从这一边得到的，从这一边付出去，这也是叫做回馈，互通有无。所以报福恩如何报？广度众生就是报福恩，报父母恩如何报？好好的用自己的身体啊来有益于社会，那就是来报的佛的恩。所以知恩报恩一定是呢就是回馈的意思，回馈的意思呢不一定就是要直接的回给他，而是呢转布施，这也是叫做回馈。阿弥陀佛。